然后我妈说等那边事情忙好再回来帮我们带嘛。然后我说，哎，你还是不来吧，家里事情要紧嘛。谢老大，夏龙，哎，给你颁个证书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打掩护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组织，谢谢党委。你要笑死我了！贴在那个上面。贴哪里啊？贴那个上面。这里啊。自己把钉子钉一下也行，把这里撕了，后面可以撕的。哦哦，这里是吧？那边好一点，给那边啊，高一点不？好，可以，这样子啊，可以，对，哇，最年轻的共产党员，最帅气的，又帅又年轻，就代表着未来为国家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特别无私奉献是吧？前几天山上请我的时候，特别是那种你要积极参加哦，好的，配合工作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拜拜，一定会的，拜拜，感谢组织啊，别客气了，嗯，你现在是不是行李啦？我妈要来的，然后我说让她是不来了吧，因为家里有事情嘛，走来走去太麻烦了，我说还是我们自己带带算。对，那以后就我们两个人带小七月了。对啊，你带我啊，我赚钱不是很好吗？以后爸爸带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好的，鼓掌。鼓掌。想不想外婆小七月？啊，想吗？一个人带娃耶。带娃很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又不是没带。那你又不是一直带。老妈不在的时候不多我带的为主啊。你带的为主啊？那不是吗？你说是不是？那我也带了，又不是你。你说是不是？又不是你一个人带。我说了为主，你说是不是为主带的？是。那就行了嘛。那你要一直坚持，我别给我抱怨哦。我给你抱怨什么呢？你到时候我不带，你又要说了。那我不能带24小时。是吧？嗯，反正就是接下来自己带吧。嘿，小七，嘿，来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。哎，以后你要乖乖的啊，听爸爸的话好不好？嗯。哎呦，你看你从现在开始就不听话了，来听话，宝贝，看看爸爸，亲一下爸爸来。哎呦！这是在干嘛？自己穿鞋子是吧？鞋子多好脏嘞！本来我妈说等那边事情忙好再回来帮我们带嘛，然后我说，哎，你还是不来吧，家里事情要紧嘛，走来走去太麻烦了。哎，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自己带啊，嗯，边赚钱边带娃。主要是两个男人在家，每个女人搞卫生搞饭菜。也不方便，对，你还是不要把他们分开，哎，靠自己吧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！你不想外婆走啊？你想外婆回来？把外婆衣服丢了，不让妈妈装啊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嗯呐。到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就等通知吧。啊？什么叫回去等通知？什么时候回去等他们通知？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能听懂我这句话吗？我听不懂，什么意思？听不懂算了。啊啊啊！谢、啊。把、爸爸抱了是吧？嗯，好吃，挺好吃的。嗯。今天肖佩和张文涛回来了，从长沙，带了小美非常喜欢吃的悠然蓝田啊，禅悦色，还有。我特别想吃的卤大闸蟹，长沙的卤大闸蟹特别有名，跟卤虾一样，特别好吃，很肥蟹的大闸蟹，不知道怎么做的这玩意儿。嗯，卤的呀，卤的好吃。把小美的也开了。呜、哦，这大闸蟹20块一个，很肥耶，别看它小小的。哇，都是黄，满黄，来阿美，快来。你记得往里吃，我会吃的。你吃肉，我吃脚嘛。嗯，好爽。来，这个也试一下。有点辣。我好喜欢吃大闸蟹里面的黄啊、膏啊，嗯，特别好吃。吃这个吧，我们吃这个，对不对？怎样？吃饭没？今天可以吧？可以吃。辣。辣辣。现在去把丈母娘的衣服、鞋子寄回家。